这里是京都 Nets 安冠名播出的我们仨，好费好嗓好声音，旅途有你很开心。我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导演艾芒，我们仨是我担任助理导演的第一部作品。通过第一天的录制，三位嘉宾很快了解和接受了我的导演方式和风格。艾芒，周边有什么好玩的？二道白河镇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哦，比如雪岭景区，感受长白山最美的落日雪景。喊个口号吧，你别老跟录节目似的。那你这干嘛呢？你这是旅游来了，咱们仨见面有聊不完的话题。我和他们仨之间的配合变得越来越顺畅和默契。他这么厉害吗？哦，你觉得不错。艾芒导演很详细，我非常感谢你。与此同时，我自己也在不断升级，比如我已经学会了剪辑视频，基于他们仨拍摄的素材和设想的风格，楚楚动人，温暖之旅，励志。我生成的第一支旅行 vlog 即将与大家见面，然后现在跟着我们走吧。长白山之旅正渐入佳境。观雪景啊，真美啊！我在长白山贼想想谁啊？互相搀扶。接下来，我想给他们仨更多的选择自由。出发时间、探索的目的地、行程安排等等，全部由他们自己商量决定。被大自然感动了。期待更多的未知与我们不期而遇。年轻人起床实录，用手机唤醒大脑。我昨儿穿的衣裳。真灵异。那挂子我放哪儿了？不可能，丢了。这，怎么了呢？哥哥，怎么了？我有点生气了。为啥？我说找半天找不着我衣裳的，你把我衣裳……哎，别，机器弄坏了。去。你找医生呢？废话，你这钱哪儿拿的呀？在这儿拿的。你是人吗你？找一上午我。你也没跟我说呀。废话，我说让人给我拿回去。这家伙给我找的。晚安了，睡觉了，拜拜。今天得吃点面条，十七了。啥意思？十七啥意思？是初七、十七、二十七。吃面条，再整点咖啡喝呗。你整吗？生活可以那么复杂。真懒呢，你是？我都这样。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哎，咱验收一下吧。我老哥验吧，就咱仨吧，没有飞行嘉宾啊。他们仨你都认识？大林子认识，然后大勋也认识。毛毕，
总在 QQ 音乐上认识。各大 OST 啊。你是认识谁？我就不认识郭麒麟。哦，嗯，这麒麟，我们是去年在横店拍戏的时候见到。哦，对，大勋也是认识挺早的。嗯，我跟大勋熟一点，我俩一起拍戏。对。说还有谁？说有你，我说那妥了，真好。咱们那几个黑吉辽都占了。黑吉辽，就是大林子是北京的，他是天津人。天津人，天津人，天津人，对，都是北方。咱几个能吃到一起去？这阳光真好。对。在这拍个戏还行啊。对，我其实特别想回东北拍一下。对，我也想，尤其在自己老家拍那个。哎，咱想一样，是不是？对，因为大连好多剧组去大连拍戏，结果我一次都没碰到。对，我也是。我之前谈过一个大连的戏，到后来结果也没拍成，也没开机。你吓我一跳。咋了？我以为你说你谈个大连的女朋友。我之前谈过一个，女朋友。哎，我跟你讲，我这一年过的，就因为这，就是。弟，懂得都懂。不，我是说那啥，我爸我妈催我结婚这事儿。天，这七大姑八大姨轮番来。你催你了吗？肯定催。也还好。你不小了，你也三十多了。我三十二了。对啊。马上。我记得咱俩在很久以前聊过这个问题。不是你三十二。我三十二，我九二年。那我不是两岁啊。你几岁啊？你八九，我八八的，我四岁啊。好了，别聊了，没什么可聊的，咱俩不是一代人。你以为我九零的是吧？对，我给你八零。行，可以叫哥哥。别聊这个，等会儿一个那个，不聊不聊。对。OK， 到了。哎，房子挺大呀。三角的，来，三个大雪人。对，这节目叫我们仨，他们仨玩得了，咱俩去录一个，咱哥俩。是，咱俩环游那个哪儿？环游天池。环游天池。哟，他们都起床了。Hello， 东俊。哎。Hello。啥意思？开不开门？哎，别着急，怎么还暴力开门呢？还 ，Hello，我寻思你们不欢迎我们呢？还带东西，你看你水果啊，太好了，这太客气了，妈呀！有拖鞋吗？我给你找找啊，别着急，有。Hello。哎呀，拖鞋，有拖鞋吗？咋的？不管了，我俩，就他们仨嘛。啊，来，这不拿拖鞋呢吗？拿拖鞋呢，咱俩是外人，咱哥俩嘛，好凄凉，两双鱼嘴，好吗？好吧，谢谢，别客气，我给您拆开。来，瞧，谢谢。他这屋里啊，处处充满着三个人的气息，看出来了。哎，那怎么办？哎，你快给他们俩买票。买什么票？给他俩买票。那咱们明天先冲一波天池，咱就买这个北景区全价组合门票吧。行。我们一会儿去那什么去，冲一波天池。就谁负责买票？我们要自己掏腰包吗？他掏了。是吗？别，我算了，没事。那好吧。咱们再等一会儿，一块儿出去吃呗。可以啊，因为我们定的那个是12:30到长白山北去。哦，你俩去过长白山吗？没有，小时候来过。我也小时候。今天带云龙哥开开眼，对，参观一下。哎，那他们用拍 vlog 吗？不用吧，那太多了吧。vlog 是啥东西？妈呀！哎，要不然，哎，让他们评价一下咱们昨天拍那条 vlog， 看看来。
艾蒙，艾蒙，艾蒙导演在呢，请说。你受累吧，昨天我们拍那个 vlog 给两位朋友看一看。第一次尝试跟 AI 沟通，还挺新奇的。他这么厉害吗？你们好，我是艾芒，芒果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导演。我拥有强大的视频剪辑功能，每日素材上传成功后，大模型算法会自动剪辑出你们满意的潮玩 vlog。 我们会从你们的互动中选取精彩的片段，制作成一个合集，在其中融入这些元素。走吧，我也得拍。点哪个？这啥玩意儿？多轻松啊！这松弛感，这个角度拿捏的就是有点……完了完了，开始了啊！非常香。你俩这个对视啥意思？你没发现这后来这些素材都是我的吗？大部分都是你的。大爷，这地方是可以滑下去的吗？完了，完了，低估他了。这么快呀、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串儿往那拍。哎，这可以了，郭哥，这辣着了。老辣了，啊、青椒，那青椒老辣了。头怎么不扁？嗯，对，吃完了。啊。几分吧？你这挺好的叙事嘛。反正就是没有看别人这么拍过，所以也算独一份，我觉得挺好。你不觉得很杂乱吗？啊，有是不是有点？还行。他俩是真是初来乍到，也不太敢说太，没有就没那么刻意。对对对对，很自然。确实很不刻意了。我觉得 vlog 不就是要自然一点？不是，因为我现在看没有那种就是诈骗式的那种，就特别让人看着不是特厉害，对，看着不是特厉害，看着特朴素，你不觉得吗？这 vlog， 主要到那儿太冷了，有点没咋录。嗯，我知道你可能觉得有点乱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是镜头都太晃了，该录的地方没太录上。而且这个设备都是我们昨天现学的，哦，人家魏哥可能之前会，不会，我也是刚刚现学的，没用过这个，因为我们平时都没有这个记录生活的习惯。这确实还得，嗯，挺好挺好。我觉得最好玩的那个就是那个往下滑那个，滑那个也是一个昨天最好玩的地方。对对对，确实也是。那我们今天去几个地儿？除了天池还有哪儿？你们想去哪儿？还想去哪儿？我们其实都可以。嗯，你们来之前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吗？啊，天池我想去。对，天池他们说特好看，贼大，我以为是海。东军来了之后，这车也有人开了。哦，对对。可以，你们要是信任我的话，信任可以。对，我们连魏大勋都信任了，我还不信任你？毛是差点让毛毕义上了，他没驾照。啊，那就是反正一会儿先到那个市区里，你们吃口饭，对对吧？然后咱们就奔天池去了。嗯，晚上咱回来在屋里弄点人。听说云龙做饭好吃是吧？听谁说的？我瞎编的。我跟艾芒一样，他想说什么也都随便说。学点好的吧。自由度很高，真的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准备准备呗，咱准备准备吧。得吃饭去了。那你爬山咋办呀？慢点走。没事，我插着你。你看他很自卑，你看他现在有点。仰望天空45度，让眼泪倒流。像一个个响亮的耳光打在我的脸上。我以为要写歌了呢，准备。吃饭也要录 vlog 吗？妈呀，从出发就录，马上一会儿就你看，咱就是一个上线了就。上线。这个长白山
北景区，我们要出发了。我第一次去长白山，走走，期待。咋样？今儿好点了吗？再见，好吧，一天比一天。哎呀，对啊，咱等等那个谁，他腿不好，我总忘。滑雪，滑雪去啊！滑滑，绳子我。我先开吧，这短道我开吧。行，好，我钻后头了啊。哎，细，他能坐吗？后边没问题。是不是太晃了？还行，没事，你让你正常坐你的，没问题。人多了啊，今天。今天这热闹了，咱就是。哎。Hello。这不错呀，这东君来了，这确实不错啊。有摄影师了，是不是？我帮你记录一下。君，你导航了吗？没导呢。有东君在这儿，我。啊？他就是我的，他不就是我的眼吗？别，你是我。十八分钟，出发。准备出发，行程10:08。这地儿挺好看。哎，这儿不错。我这慢点开，有点那个 vlog 那意思。素材就有了吗？哎，戴口罩吗？咱怎么说来着？昨天去哪儿戴口罩？为啥？是这样的，就是想让咱们几个沉浸下来，就像真正的游客一样。所以为什么刚才我在买票？哦，戴着帽子、眼镜、口罩。我们今天有一个趣味游戏，就是不让别人发现。那咱一会儿这五个军大衣啊，反正今天是一个隐秘之旅，不太方便。对 ，OK。哎，是这儿吧？对对对，长白山，不是先吃饭啊？先吃，先吃饭。来吧，参鸡汤，哇塞，都是我的最爱。你不爱吃参鸡汤吗？耶，这感觉挺好吃。来，进来，走。这么随意吗？很少有这种推门就敢进的那种。咱们坐在哪儿？这屋没人。没，行，那坐中间也行。那咱就甭客气。还藏啥呢？咱搁这。咱就坐这儿呗。行，八号呗。对，八号呗。行。关键怕人认出来。有一问题，来早了，这儿没人。还藏啥呢？咱搁这。哦，丹姐了。好。我先来一个那个县亚高级冷面。嗯，好嘞。朝鲜菜吃这个，明太鱼丝，你们想吃吗？吃吗？明太鱼，我想吃一个。我来整明太鱼丝，这好。你再给我来个这个呗。我能再来个这个吗？能，太能了，太能了。我也要一个冷面吧。这是高级的。高级的，高级的，高级的。行，我请客，没事，您放心，我请客。行行，哥哥。我来一个镇店之宝。这是鸡汤啊。嗯，行，我也要个冷面，石板鸡蛋来一个，给我来个石锅拌饭，锅包肉来一个，哎，对，锅包肉，忘了这个，吃不了咱打包回去。好，没问题，爱吃，可以，好，谢谢。啊，我下单了，下单了啊。七号，哎，这咱来你这看这不完了吗？这牛排锅指定还不错。你要那么想吃，今天晚上就吃。
啊，别别别，不是，你可以打包回去，拿那拿那电磁炉给你一热，算了，别说这种话。昨天数了我半宿了，使我现在那个体型啊，数一下大番薯。你就别再重复了，你就。哎呀妈呀，哥哥，你不就爱喝这个吗？哎、那是，参鸡汤清淡滋补，高级了。哎呦啊，谢谢你高级啊！冷面酸甜可口，是极具朝鲜族风味的延吉代表菜，一热一冷，十分反差的口感，正是当地独特饮食文化的体现。滋滋冒油，行吧。那承让了啊，客气啥呢，快点儿。总共五个人，总共五个人，四个东北人，我们吃这长大的、哦、也是也是，就我对吃的少。对，这是我的最爱，每次花销都是你花这钱，是节目组的，还是你自己掏腰包啊？还没定呢，昨天是他花了一天钱哦。我们说那明儿我花吧，没想到今天这么丰盛。今天啊，他昨儿溜溜滑梯没花多少，吃顿饭花188，然后买三杯咖啡，90多。哎，哪有卖？就这点了。哎，对，那一会儿可以买咖啡喝。嗯，行。好，好了，他花钱吗？啊，哦，那我来，中午饭我来，不行，必须我。哎，坐，来，下顿饭你来。坐，你干嘛？你干啥去？没事没事。哎，哎，买单去了。哎，别，哎，不是，刘龙，你看，没事，你看，行，算了，你还别抢。好，你还是人吗？你到最后万一弄半天，我再没想过他，更显出假来，是不是？不人来飞，你就你，你冲你那样呗，你。好，找我呗。你找我就行。行。好。Cool。133点。一会儿转你啊，没事儿。一会儿转你运动，没事儿。我人买的票，对，人买正常。三张天池主峰，对吗？巨款，巨款。别，我来了。算了，没事。我人买的票，对，人所以正常。别啥都让人花。晚上那顿我来。来、嗯。打包哪个吧？先打包吧。也有点烫。浪费不行、啊。行，放下，差不多了。OK， 走。真的是热了，吃完饭哈。嗯呐。呼，我坐后边吧。我后边吧。哎，没事没事。哎呀，我都钻着，我好钻。出发。We were heading for the river with a fish fry appetite。 哎，是不是到了？啊，对，就是这个，是吧？忙，咱昨儿对对对，有点旅游的气氛了哈。对对，有点意思。戴着帽子、眼镜、口罩。OK。戴着小墨镜子。那爬山也不好。
我像个变态，我我把墨镜摘了吧，墨镜太那啥了。走吧，这能让人看不出来吗？是吧？大林子，啊，大林子，完了，可以。啊，兄弟，欲盖弥彰。啊，我就说没必要，掩耳盗铃了不是？有点冷了，没发现吗？有一点点。这儿有，你看防寒衣物租赁。哎，不错。这卖的吗？衣服还是租的呀？租的30。30一件啊？护膝也30，大衣30。还有护膝呢哈。上面特别冷吗？没有。还行，走吧。我，你觉得我穿这身上去能行吗？那你看你胖胖的。说的也对。你给我，那你给我租一个，租一个，我也租一个，给我们租护膝。走，租，多少钱？我掏。来几副？来几副？我不要，我要一副。我知道，我知道，刚认出来，我还以为哪个是的，刚认出来。我知道，这个都是。别戴口罩了。别戴，没有没有。我看你看。嗯。你别是看四岁呀？哦，谢谢您啊。必须帅呀！谢谢您，好。你带不带？我不带，姐。姐，不，我这不带，我。不是，老弟带，你带吧。姐，我。我记不给他，我记不给他。啊，亲子不，姐，我不要给他带。必须帅呀！哎，你带这个也看不出来你带了，是吧？行，感觉是设计裤子的设计。我带，我也来，我们来俩。能给我租一最大的大衣吧。来，郭少，再来一个。我不要了。双大哥，谢你，我。双排三必须的，留念一个。我留不见了。哎呀，行了，我这不就我都搭配好了，你那什么，没有说着玩的。行，你穿一个也行，行，太薄了。可以，好，好。郭麒麟经过谢您帮我大叔的强烈要求，还是穿上了。谢谢。穿的不是大衣，是热情啊。热情，来，得嘞，谢谢您。我们该上山了，一会儿赶不上了。走。我在车上说的呀，就跟放屁一样。从哪儿进呢？嗯，这个吗？游客中心。这儿吧。这个吧。长白山，期待。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长白山的这个北景区。三层吧，三层。哎，快快快，来了来，发车了，发车了，跟上跟上了。出发了啊！我小时候记得来看长白山那天池，我就觉得，我说我的天哪，好大呀，这是海吗？看着了吗？当时，因为我那一次来是有点下雨，有雾，就能看着一点边儿，可能没看全。今天不知道能不能看见。长白山山顶的无霜期每年只有60天左右，这里云多雾多。能看到天池的概率仅为约30%。想要看到天池是需要一点运气的，祝你们好运喽！有点热啊。对，也不知道坐多长时间。得坐一阵儿，感觉是吧？行程超五，预计50分钟。50分钟。啊？睡会儿，睡觉，让睡觉。已经上大山地下了头。远呢，哎，吃完饭坐了个这么长的车，不愧是天池，像登天门的人，真远呢。哎，到了，哦，可以坐另外一个车了，哇，好。坐那卡车，哦，我靠！别再坐了，坐不动了。
上车了，我们这就又坐车。长白山交通指南来喽，因为山路蜿蜒陡峭，为了确保安全，游客需要统一乘坐景区大巴车上山，再换乘专车前往天池，全程大约54公里，耗时1.5小时。因为盘山路急弯很多，会让人既疲惫又心惊胆战。这个车跟那个车性质可不太一样，颠簸吗？这车非常甩人，甩人，真甩人。魏哥，你看你脑瓜上面那扶手，这得是开的多可怕。对，不是这个不是这路很那什么的，很颠的，很颠的，注意啊。你把窗锁了是吧？一会儿你看，要不然给你甩出去。哎呦我，哎呀妈，你也不用特意刻意。哎，这点刻意啊？我一点都没有。不愧是天池。这是不是自然而然的？这有刻意吗？顺势而为的，就是没整过动作戏，来不了这个。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玩命的那种是。那也没有那么危险。得坐多长时间？妈呀，还有，哇，还有这么高。天哪，修这道也不容易。大车换小车，小车很颠簸，很颠簸。对，要问怎么说？天池在……哎，行了，别颠了。要问怎么说？这天池这是海拔多少？2600好像是吧？有耳压了，我这。因为很远，然后你就看地貌都变了。咱这上的可是这个是一个景观位，活火山啊！它就是一个火山口哦，然后它里头特别深，300多米深啊，那么深？对，死水啊？不是死水，它因为它雪水一直在化呀，还是什么呀？活水，三江之源。我说的不准啊。长白山天池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内，是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生代多成因复合火山。天池由火山爆发之后，火山口塌陷成盆状，常年积水而成。天池最大水深373米，是我国最深的湖泊，也是中国和朝鲜的界湖。2000年，长白山天池被评为了海拔最高的火山湖世界吉尼斯之最。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到你。哎，是这儿吧？对对对。哎，到了。到了。挺冷啊。不是你，拍个照来。拍个照。哎。好家伙，我发现你在东北特别受欢迎。我也不知道为啥。按理说，我也不是东北人呀。啊，这行。我们还藏啥呢？咱搁这儿，今天是一个隐秘之旅。来，来，快点去拍照，来，热情，太热情了，谢谢。麒麟，握手。啊，你好，你好，你好像开演唱会的。是。按理说我也不是东北人呀，我们是一个黯然失色了都，在你面前。太凉了。咱往哪边走啊？这边就顺着这边走呗，是吧？我有点要不行了。下车后还需步行5分钟才能到达天池哦。还行啊。不行吗？行。就在这儿，前面就到了，对吧？前面就到了。那能不能看见？不用这么努力，看不上了。
啊，在这底下哈。哇哦！哇哦！哦！哇！真美啊！真美啊！太陡了。震撼，真很震撼，很美，很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自豪骄傲，很好啊！我就拿半瓶药亮了，没事没事，看我都到了，看看哥哥们，你看你瞅，这边，你看这，哎，好极了，哎，看到吗？就是，哎，你看，还，别下去啊，哥哥，别下去，哎，你看，这就是天池，这没看见水啊，夏天来能数住水，对，夏天来风也能这么大吗？现在风也大，是吧？啊，讲两句啊，讲两句，挺好啊，讲两句，确实。今天我们来到天池，下风。兄弟们，哎哎，好，打卡成功，打卡成功，太好了。咱们去看瀑布，走啊，走。你们对滑雪感兴趣吗？不会，主要是。哦，你会吗？会。我像我这种就是四体不勤的人，就是城市就是给我修的，你知道吧？就是尽量别往。野外走活不下去。那你平时爱干嘛呢？我爱看球。哦，但是呢，但看球我觉得不能称之为是一种爱好，我得爱踢球，我觉得才能是一个爱好。你不爱踢球？也踢过，但是吧，就是和我看到的那个感觉不是一种运动。嗯，就我在上面跑的时候，嗯，拔腿想射门的时候就拔不动。下次你踢球可以叫云，他是守门员。对，漂亮的点了张林龙，他是守门员。对，啊，是吗？对，下次打踢球去。那我不跟会的玩啊。他本来就拔不动腿，我本来拔不动腿，还遇上个守门员。你让他们说相声，他们也张不开嘴。哦、哎哎，有道理啊。对，终于被安慰到了。我跟你说那么半天，你不安慰我，你不安慰我。这边下面。下车的游客，请靠右侧往前走，前方有服务区。在哪儿呢？瀑布啊？这前面。那我们回去还来得及吗？玩漂流来不及了。可以不漂，都随便能改的，来都来了。所有的行程都是咱自己说了算。那不漂了吧？这么随意吗？行，那晚上不漂了。那天晚上干啥？回屋待着了。那我在回去路上我查查，我搜搜。哎呦，那是摩托吗？他们骑那个？哎，还能坐这个？
雪地摩托，哎，行，啊、这行啊，这可以。这怎么收费啊？这个这挺好玩哈，50一位，哎，行，麒麟，行，走，这行，250嘛，不就没问题？来，花钱去，我上麦买票。您好，哎，对，您好，我们买5张票，我来了，我上这边来买，行吧？我来了，我来，行了，我来。就等着卖你票呢。好嘞，谢谢您，您找我，我找您。哎呀，好嘞，谢谢。你更给您点票。哎，好嘞，走嘞。是人家带咱骑还是咱自己骑？一人带一个是吗？是吗？是，走来。咱能不能自己骑上去啊？我一会儿跟那商量商量。我能不能自己骑啊？不能。职业的。职业的也不行。真职业的。职业的是我们是业余的，但是也不行。那算了。不好使。等一会儿。坐这个好。哎，你好。你好。两人。我跟韩哥一块儿。你不会抢我镜吧？坐啊，抓住我！我腿脚也不太允许呀。把住了，走了。哎呀！你们。太冷了。我有点伸不出手来了，我不想拍了。哎呀，这是瀑布吗？对，这是瀑布啊！来，下面这边怎么了？来，这边。哎呀，太油了！太冷了，太冷了。哪个？这个是瀑布吗？这家花50上来看的，我看。那个蓝的挺漂亮啊，蓝的瀑布呢，啊。哦，那个是瀑布是吧？没看见啊，我刚看见，不好意思，再来一回。各位面前的就是有名的长白山瀑布，它是天池北侧的出水口。由于山大坡陡，天池水会在这里倾泻而下，一眼望去像一架斜立的天梯。有点那个万年冰山那种。这水能喝吗？能喝，这能喝是吧？直接。我钻进去，我直接漂流。繁华取3000东流水。哦，还有歌词儿，我还想过这什么。今儿天儿真不错，挺好，天空挺作美啊。对，我记着小的时候好像能从这儿往上走，你看就那边儿，对，从那儿能往上走。哎，你指的对，就是这儿，就那个里面能走进去的那个走廊。这边走哎，咱还有一个票，我也没勾，那是哪来的？其实很日本。这儿是瀑布，那儿是温泉，看见了吗？这个冷热交替了。冰天雪地里冒着热气，这种奇妙景象是因为火山运动在长白山上造就了100多处温泉眼，来自地壳深处的热力与地下水一起涌出。遇冷空气就变得仙气飘飘了，它冒泡了，你看，我说哎呦，这不开了吗？想进去泡一下，哎呀，这还挺神奇的。等你这拍个照吧，来吧。我在长白山，谁想你？想谁呀？走吧，咱。这事就是走回去了。咱走回去了，不坐摩托了。不坐，这个吧，这儿。坐摩托吧，是吧？这儿是。
得坐摩托呀，不是咱这票是一来一回的吗？不是意思让你多玩会儿哦。你是实在了，你怎么不直接坐那车直接回屋多好啊。这摩托不是能带咱去另外一个景点，这往下走一样啊？是吗？没事没事，没有没有冰啥的就行。哎呀，对呀，你应该坐车去。没事没事，说累了已经说累了。哎呀，忘了。台阶这么陡，要不我背你吧？不用，这也不好背。在这背他，我怕你们俩一起是一块轱辘下去。倒也不必那么急，对你慢点儿。倒也不必那么急，没剩多些了。你别着急，没人催你。我怕后边有人要推我。咱们还挺远啊。呀、yeah ，这楼梯，我看就你害我，就他害的。我就直说坐摩托不让坐，忘了。再忘两天就好了，就好了。我们加油，加油，加油！好，纯属自讨苦吃。我们现在属于是，都不如咱俩一边架一个，直接给他抬下去了。对，你这你还省得你倒步了。不行，他毛毛个高点，搁我还行，搁我他就架下去了。你是这找窍门了？哎，对。哎，这有点那个，有点那意思了。行了，这回行了。啊，哟，挺滑呀！你慢点啊！你看那边多滑。哎，这里边，哎，这里边是不是能进去玩？哎，玩一下吧，咱能行吗？你敢吗？我敢，我不敢。啊？我不敢。我不敢，有点。你来，慢点，我接你。他们都是冰路，你看没路吧？你得开个路。你来，来，我给你路，来，来，我不来不了。那挺滑，挺好玩，毛毛。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就行。出点啥事我讹死你。后半辈子你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一半。入股了。互相搀扶啊，前进。一人缠一个，一人缠一个，行，你不带着，你看看，一人缠一个，一人缠一个，就这叫蝴蝶效应。哦，要摔都全摔，要摔一起摔，本来只能一个摔，完了剩或者全摔，要倒一起倒。对，我不信，我倒吧，你倒吧，我来试试，一二走，一二走，一二走。你看你们都那什么？啊，这是不是能走啊？这边，这边。呜！哎，我下来了。我今天这个二头算锻炼出来了。到了。哎，这是刚刚咱坐那台车吗？走走。哎，分三下走了。哎呦，喂，这下车又困了。随身物品到了，睡一路。我没睡着。爱干啥呢你搁这儿闹心？自责，自责。刚才他们都在睡觉，然后我没有，我其实一直很自责。因为不易这一路我也没扶他，很自责。就是小白又戴一天帽子。
发型想死。怎么明白了我这小刘海了？真是醉了，我醉了，我醉了，我醉了。很自责。哎，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什么呀？谁呀？装睡的人永远不睡，他装的，他都。救！能行吗？能行啊！别整了，没用。没事吧？没事。哎，那个还衣服的在哪儿呢？大姐，找不着那还羽绒服那地儿。前面就那个移动超市前面。哦。我眼多尖，我一下就看见了。嘿，我钱在那儿了，我能不？都没人管你了。现在你看，哎，真的，他们在山上什么？就现在就我在照顾你，你有感受到吗？就你前面把你都忘了。是，哎呀，我哥对我好，这一路上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一直在照顾我的只有你。最后这点我是着吧回来了，太好了，就再不照顾。来，我们把衣裳还了。好嘞。你稍等，后边还有啊，衣服护膝什么的。好。我们这不还租俩大衣吗？一大衣不还30了吗？对，这件。你就还40就完了。对，俩大衣也是那什么。哎，这是不是耳包？我可以买一个，以备不时之需。哎，行。行啊，多少钱啊？这个。20。来买俩，这不要了。正好我也来一个，给他拿一个，给我拿一个。哎，要不，行吗？能带上吗？够意思。来，兄弟，来吧，那就来吧，哥哥。现在就带啊！啊，这受穷等不到天亮，我现在我就得使上它。走了，走，回家打道回府。不是像一个什么？那个《甲方乙方》里边有一个。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那接下来去哪儿啊？咱们行程的定制通常都是由郭麒麟先生他安排。哦，我一会儿好好跟盘一盘。盘一盘。先由魏师傅开啊，还是韩师傅开啊？我开。怎么说？我个人认为啊，咱们可以先奔这个民宿开。我觉得是。但你信不信咱进了民宿之后就不想出来了？不是，我们可以在民宿周边呀逛逛逛逛。咱这民宿一直不也没转一转吗？嗯，是的。对，买25。哎，麒麟，扫、啊、司机付款吗？不是，我没带手机。哎，我手机呢？哎，你手机落车上了？哎呦，在兜里呢，搁这装呢，他搁这装呢，你看他搁这装呢。给，弄完了，请出示付款码，扫一下就完了。这是啥意思？得按一下，就扫一下就完了。我不懂，我没用过。好了，给我。啊，这么神奇啊！你快走吧，你哎呀妈呀！你跟我俩演是不是？不是，你跟我演，不是，25演上，不是，哎，不是，太自然了，我都信了，哥们儿。我之前没弄过，没用过，我真没用过。行，没事，走吧。我真没用过。好，这节目挺好，我觉得今天就看这一个节目就够了。我真没用过，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嗯，下车又困了，还不能坐车吧？这一天没少坐车。嗯。在路上。那你说这个一般的这个跟团游啊，还是怎么着的？不都是上车睡觉，下车打卡，买东西啊，然后接着上车，对对吧？是。其实咱们今天这个状态和正常咱们跟团旅游没什么太大区别。对。但我个人啊，就是我说要出国游什么的，我还是觉得如果就还是跟团游，我觉得可能方便点，因为你就心里有底嘛。但我是不爱跟团儿，啊，我不爱跟团儿。
我是觉得跟团好像就一直被带着走，带着走。对，我还是觉得跟团有个方便点，你知道去哪儿哈？对呀、啊，我觉得是不用完全跟团，就是跟团就目的性太强了，就纯变成了我要去这个地方，然后要在这个地方留一张照片告诉别人我来过。其实就是你跟人聊，你跟人跟这儿磨叽，我觉得是不用完全跟。这个就是跟团就感觉特别特别的没意思，那多省事儿啊！不是多折腾啊，这不赠命来了吗？这不出来，对吧？咱出来旅游，我觉得本来就是一个放松，一个快乐嘛，对吧？我是觉得旅游还是要跟着自己的节奏走。既然咱们开车来了，咱们就开着车使劲溜达。对，旅游嘛，咱们就随意随性，去看看二大白河，就是这里头这胡同子里到底都藏着什么玩意儿。给你扎进去了，走啊！山城小吃一条街，哗进来了。这条街我感觉比较不错。啥串烧烤？我感觉这嘎全烧烤，烧烤街。烧烤真的就得吃正摊。就这家，这家外边烤的就行了，这边就有点意思。我们选家一顿吃个吃里面的。哈哈哈哈哈。一个人。嗯。想样的。这条路讲的是不是不错？对。你随便吃。我们没老好吃烧烤。实话实说，就刚才那烧烤那条街过了有点晕。来就烧烤，那就烧烤。烧烤，现在推荐一个好吃的烧烤，那就咱昨天本来要去的那家，叫亲亲。爱忙导演，亲亲烧烤评价怎么样？亲亲烤肉店是当地有名的烧烤店之一，菜品丰富，味道绝佳，值得一试。那家后来我问了几位当地朋友，都说是，极为推荐的。嗯，哎，他们说晚上也可以去哪儿，什么哪个公园里转转来着？一会儿咱们吃完饭看。可以啊。艾芒导演，美人松公园是不是可以看夜景啊？是的，美人松公园以其独特的松柏造型和灯光装饰而闻名。每当夜幕降临，松柏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神秘和美丽。此外，公园内还设有观景台和步道，游客可以在这里欣赏到整个城市的灯火辉煌。反正就那对过，吃完看呗，要不累也可以转转。可以啊，这安排好。可以。OK。这节目可真像旅游，太旅游了。想干啥干啥。其实朋友们出去旅游就是这样，对，就有的时候就聊点转。咱们这都是很随便，很随便的这种。对。旅游嘛，旅游就是这样，饿了就吃，想一出是一出，咱们就得。必须也不能亏着自己。马上到了，这是左转，对，左拐就到了。亲亲烧烤店看，好。钥匙交给你吧。吃饭去了，吃饭去了，烧烤。我现在是饿了，下饭。现在我们来到了昨天本来应该来的，本来应该来的这个亲亲烧烤店。好饭怕晚吗？不怕晚，怕晚吗？就是因为来了俩好朋友，对，宴请。我们打算做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测评。妈呀，排队这点儿。您好，老板，咱这还有位置吗？几位老板？我们五位。换了。行，谢谢您啊。咋没地儿啊？换了。完了。滑铁卢了。
啊，云顶市集就是这儿啊。慢点。慢。哎，看看我今天心情怎么样啊？心情不错。新鲜烤肉吗？你把那方子给我弄了呗。我给人入赘行吗？他选烤串的样子特别认真，就喜欢烤串，很有魅力，专注。哎呀，吉林之子。我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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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行，我画也行。没人我画。你说什么劲儿呢？你是个人吗你？哎呀妈，这心眼子。你别这样，你俩都花，我不花，那不我到时候骂我。我花也行，我花吧。不用不用，我花我别的。毕竟我是哥哥，我为了我们吉林老家，我可以花这个钱。人生先要等待，京都聂次安，我们仨精彩一会儿回来。等待是为了更好的遇见，京都聂次安，我们仨精彩继续。这里是京都聂次安冠名播出的《我们仨》，好费好嗓好声音，旅途有你很开心。我们仨指定用车东风日产探路，六座大家庭旗舰 SUV。我们仨指定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旅行，旅行上去哪儿比比看，总有你要的低价。用动感地带芒果卡开超级盲盒，赢惊喜好礼。咋没地儿啊？坏了，完了，滑铁卢了，滑铁卢了。人说得等半个小时。那可以先去看夜景，再来吃烧烤。那也行，哎，可以。要不咱先，你要不然能让人帮咱留一个，跟咱跟美人松转一会儿，完了再说，行吗？那也成，也成，靠谱吗？关键没招了吧？不这样。老板，那咱说好了，半个小时您给我们留啊，7:20吧，您给我们7:20留一个，好吧？那我们先转悠转悠，得了，谢谢啊。你竟然能做到带走阳光。哎，这家真火啊！那看来，我呀，对呀、啊，今儿可是礼拜二哈。嗯。哎，不行，你给我拿一下吧，我把衣服记一下了，这有点扛不太住啊。这是厉害，这家伙不行了，也不厉害了，不厉害了，啥也不是了。扛不住啊！哎，这是那个吧？什么？就是这个。空中什么？对对对，廊桥公园，是不是叫廊桥？空中的廊桥。哎呦，这啥美人豹？这是美人松。空中廊桥了，哎，廊桥了。这就是那个云顶市集，是不是？啊，云顶市集就是这儿啊。啊。嘿，春节序曲，还有过年的气氛啊。这么大一片，这挺好啊！哎，好漂亮啊这儿！哎，这下面哎，下面还挺热闹。啊是啊。嘿，做小吃，哎，真挺好，真挺好哎！哎，这下面你别看啊，这有点那个，有那种像个什么节似的，是吧？元宵节，很有过年的气氛，真好。慢点，慢，哎，你先标着点，要不，你睡到哎，你们俩注意啊，挺危险现在啊。他们仨走的走猫步吗？他还是不害怕，你还是创作上了，还是稳当是吧？来吧，照相吧，照相。猜猜今日的真实心情。哎，这挺好玩。哎，看看我今天心情怎么样啊？我今天的心情。哎呦，心情不错。心情烤肉吗？对，心情不错。不就这意思吗？您来看心情咋样？那小孩儿不开心啊，今天啊，到你了，还行，挺开心。你看这孩子多好，哎，这孩子走，挺有镜头感。哎哎，走，宝贝儿，哎哎，对，这个好，这个好啊。哎呦呦，摇慢点慢点，你看人一直看镜头，先走。行，好，挺好，谢谢宝贝儿，谢谢。咱往回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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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雪下的那么深，云顶集市集下的那么认真。来收拾桌子了，老板有位置了吗？稍微等两分钟。好嘞好嘞好嘞，两分钟两分钟。那是炭火这还挺好啊。暖啊。等会儿拍拍个画面啊。炭火这个。你来一个那个炭的主观，把这搁里头拍你。就炭回头看你。来炭的主观。嗯。这块暖和，来我试试。我侧晒一半脸是热的啊。哎，烤的小膝盖倍儿舒服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坐进去了呀？我们可以进去了吗？可以，走吧。可以了。早好半天了。你谢谢。我坐最外边吧，我左撇子。味儿挺好啊。呼呼，来吧。哎呀，扫码来，手机扫码，扫。哎呦我挺好啊。咱自己点，自己点，就羊肉小串呗。对，我想吃那个月牙骨。我吃蚕蛹，你帮我点一串吧。蚕蛹几个？我要。我不要。那就俩，你俩一人一个。我要吃月牙骨。给我来个鸡脖呗。鸡脖来几个？我要一个。十串月牙骨，谢谢。烤个菜卷啊。菜卷我要一个。哎，我要。月牙骨给我点了吗？没有这道菜。金钱骨就是，也没有这道菜，有我都看见了。有月耳骨，来几个？十串。好。要不先下单，让人先来着。对，我点了。好的。是挺好的感觉啊，就像我回老家的感觉一样。大连吃什么烧烤啊？也这种。我们吃海鲜，大连菜。你们海鲜多，鲅鱼饺子是吧？绝了，还有海肠呢。啊，对，海肠。哎呦，那个一个格倒料，一个格倒酱。哦，好嘞。这个倒那个辣料。哦，这水料是吧？还有蒜。蒜，大蒜。哦，一口肉一口蒜。对。哎呦啊，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哎呀，这是什么？这个酱。我来搞。他个人行，他也会。我看他抓串的手法就会。暴露了。你把羊给我吧。他熏可以啊，我愿意烤串。他熏烤串的样子特别认真，就喜欢烤串，很有魅力。你喜欢烤串，专注。哎呀，吉林之子。这能行吗？你先来吧。谢谢。哎，好吃吗？行。哇，真好吃。他家肉挺，还挺新鲜。他串儿挺好，有味儿。他这个不知道咋喂的，你把他方子给我弄了呗。你求人家，我给人入赘行吗？赘婿。嗯，再拍一遍。那也成啊。我这得来点紫苏叶，羊肉味儿有点大，我打小吃完就觉得膻，但是我涮羊肉还行。那你就涮猪肉吧，下回给你。我能涮肥牛，我凭什么涮猪肉啊？这不膻，那不就强人所难呢？你怎么？我就问你一下，没强人所难，爱吃不吃？哇，嗯。
哇，根据我的观察，每次他们吃饭时都会进入一段时间的语言真空期，或许这就是年轻人所说的一吃一个不吱声。吃饱了我。我撑得我个个搂个搂的、好饱啊，发现太放松了，在这儿我不像在录节目，我感觉是啊，这不就是这个意义吗？录节目的最高境界就不像在录节目，有点平时没有那镜头的时候的意思。我都忘了镜头了，这不使劲说话哈，咱就很惬意。使劲说话。那我就先去结账了。你去把那手机拿上，在这儿，别落下啊。你去吧，你不用说，说啥呀？这不是应该做的吗？那我那天做，我也没说什么呀。是不是跟这儿就能结啊？你看哥哥要结账了。哎，你别让童军结，把外边结，屋里结不了，结不了。那个442给我440，过去了。Okay. 完了，那个米酒你们倒是揣的，揣的，还没揣的。走吧。打包袋。哎呀，谢谢我就这那够了。再给你一个。你给我。你不是你这别浪费塑料，这保护地球，给你放这儿了啊，结实使。走呗。走。哎呀，这家伙。走。这一大天真充实啊，充实，真自由，想干啥干啥，得劲，舒服，那你开吧，钥匙都已经交给你了。行，都行。看看韩师傅车技。嗨。哎，行了。哎，停。哎呀，极限真极限玩的。找人家，对，韩师傅神，哎呀，还挠个地，对，烧个轮胎还得，真帅，哥哥挠车的样子，真帅，哎呀我，这帮人又吃完了，哎，不吃又吃。我这憋肚子尿，现在这帮人那不尿吗？可以尿，这太不方便了。噎死我！哎，我那个就不等你们了，好吗？你快去吧，我现在等不着你们了。来，下来，没事吧？你这一有镜头，我发现你判若两人。没事吧？你就给我整的。你没事吧？背着点你镜头。云龙已经火速的进去了。穿，哥哥，你得扶点我。我扶吗？我这个脚，我这鞋不行啊。那你是找对人了，黄六，你也不咋地啊。当家乡路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不会关呢，这冰箱。这么整，这边先关。挺累的，哎，歇会儿吧。其实今天我回来的路上，我就查长白山天池是不是活水。那个长白山出来一条河，就是这二道白河。二道白河再往前绕就是松花江，先流到你们家，再流到你们家。对，我觉得那咱突然挑这么一地儿，还有点渊源，来了一个源头啊。对，
白天的天池真的太美，太值得赞叹了，让我想到了同样需要点赞的润喉高手。我们的润喉小秘密，它就是我们京都念慈庵枇杷润喉糖。觉得自己的喉咙清凉又舒爽，这个高手让我们的声音状态一直在线。京都念慈庵枇杷润喉糖不仅滋润你的喉咙，更有五种味道可以选择，而且都是自然草本提炼，很健康。看看大家喜欢哪个口味，喉咙不舒服的时候可以随时去我们的养生小屋挑选自己喜欢的润喉糖。好，艾芒导演。艾芒导演在呢，请说。我需要你的帮助，因为我们今天拍了很多精彩的视频作为素材，我希望你在明天能给我们一个完美的答复，好不好？当然可以。嗯，挺聪明。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你把今天的素材剪辑成一个完美的视频。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下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和效果。天池整的稍微神秘一点吧，我们符合那个气质。好，景区气质。可以。艾芒导演。艾芒导演在呢，请说。我们今天的这些素材请往神秘一点的那种感觉剪辑好吗？明白了，我会尝试加入一些神秘的元素来增加视频的趣味性，同时我也会注意保留原始素材的自然和真实感。艾芒导演。艾芒导演在呢，请说。你不用太注意保留原始视频的那种真实和自然感，不用太注意啊。明白您的意思了，因为我们已经很真实了，对，不用刻意保留。我觉得我们给艾芒一个机会，就是怎么保留这个悬念，怎么能够烘托出就是反转。哎呦，这几个人要干嘛去？好神秘啊！啊，是这意思。你让他来一个神秘且悬疑。咱把箱子抬上去，在这儿拿上去吧。而且我觉得特乱，我俩把东西搬上去。走，咋样？腿部、脚部，明天出去还行吗？咱用推轮椅吗？不用啊，也都快好了，想起来推了。你头两天你说，说实话没那么好的时候吧，安排的都比较重的任务。不能赖我。我现在的 AI 可真是太不得了了。AI？ 怎么 AI 呢？怎么去训练它呢？来下午咱跟唠吧。艾芒导演。艾芒导演在呢，请说。一直监听我。你最喜欢哪一位演员或者是歌手？咱们去价格高的。因为明天该毛不易花钱了。我画也行。我画也行。没说什么劲儿了，你是个人吗？你，哎呀妈，这心眼子！你别这样，你俩都花，我不花，那不我到时候骂我花也行，我花吧。不用，我花我的。毕竟我是哥哥，我为了我们吉林老家，我可以花这个钱。人生先要等待，京都念慈庵，我们仨精彩一会儿回来。等待是为了更好的遇见，京都念慈庵，我们仨。精彩继续，这里是京都念慈庵冠名播出的《我们仨》，好费好嗓好声音，旅途有你很开心。你最喜欢哪一位演员或者是歌手？这个吗？其实我对所有的演员和歌手都抱有敬意。敬意，看没看着？因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给大家带来欢乐和感动。至于最喜欢的，我真的无法选出某一个，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魅力和优点。学学以后上电视咋说，这不全是画作了吗？这不全是 AI 也怕得罪人。你看行吧，我们洗漱。整理一下，看过，我们洗完了，我们都洗完了，那把明儿的事儿先安排一下吧。艾芒导演，艾芒导演在呢，请说。请问明天我们该去哪儿游玩呢？
作为节目的助理导演，我更建议你们明天去体验长白山的滑雪项目。长白山脉的森林资源赋予了滑雪运动的神秘感。砸了我了呀。艾文导演，你有考虑到毛不易脚已经坏了吗？作为导演助理来说的话。还老倒装，本来人是说就费劲。在节目中，我们会尽可能确保所有嘉宾的安全和健康。如果有任何特殊情况，如毛不易老师的脚受伤，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拍摄计划和安排，以保障他的健康和安全。同时，我们也会尽力为他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让他能更好地参与节目的录制。把你当人了，把你当人看了。那意思我现在参与的不好。艾蒙导演，艾蒙导演在呢，请说。你说滑雪的这个地方在哪？亲爱的朋友们，咱们长白的四大滑雪场分别是万达、鲁能、红松王和和平，这些场地各有特色哦。万达设施很全，雪道多，价格也相对较高。鲁能呢，咱们去价格高的。因为明天该毛不易花钱了，人家脚又不行，我又滑不了，又来一个价格最高的。来玩一趟肯定得花，去一趟看一看，要不我花也行。我花也行，我花也行。别去，我花也行，我花也行。接着接，没人我花。人说什么接着接？你是个人吗你？哎呀妈，这心眼子！你别这样，你俩都花，我不花，那不我到时候骂我花也行，我花吧。不用不用，我花我绝对。毕竟我是哥哥，我为了我们吉林老家，我可以花这个钱。那是你要这么说确实。你说吉林老家，我不跟你抢了吗？就，对我可以全权花这个钱。我搜了搜啊，红松王离咱最近29公里，万达是60公里，咱可以去个近一点，因为万达要1小时45分，一来一回又3个多小时。不是，你要去就去最好的，来这儿都去万达。艾芒导演，艾芒导演在吗？请说。你推荐我们去哪个滑雪场？亲爱的朋友们，推荐你们去万达雪场。有没有万达滑雪场的图片给我们看看？有啊，这是长白山万达滑雪场的一些照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它大，它玩的东西多啊，因为大它要服务的人多，项目就多，总有一个能玩的。对，行，那就万达呗。第一次玩挺开心。你们谁会滑雪啊？我不太会，但我能滑，我滑过2次，但单板双板？双板。那个儿童赛道我可以。那咱俩玩吧。行，没问题，可以。我可以教你们，到时候我都可以教你。别双板，单板。你说单板，我听说啊，他们老跟我推荐啊，我那滑雪朋友说他这个入门啊不好入，但是入了之后基本上就，而且好看，对，好看，反正保护措施得做好，别伤着。我那回就是因为有好多人跟我一样那个水平，等于说他在我前面，他看见我，他想躲我也躲不了，我想控制不撞他也不好，我就，我就叫的。人家就听见后边有风声，回头看我，刚要往前走一点，不是就让我带躺下了，非常内疚，而且我还回不去跟人道歉。你属于一个肇事逃逸的状态。我奔这儿滑，人在这儿呢，我给人带躺下，我都到这儿了，我只能回头。大哥说，那小撞完我还跟我这儿，还给我谢谢啊！你们看这手势，曲艺工作者。
那咱们明天几点起？十点楼下集合。楼下集合。OK， 明儿早上见了啊。晚安。晚安，巴卡巴卡。嘿，净整那小可爱的事儿。对。晚安，巴卡巴卡。是不是这么说的？我也不知道。是。人生先要等待，京都念慈庵，我们仨精彩一会儿回来。等待是为了更好的遇见，京都念慈庵，我们仨精彩继续。爱他美卓奥邀您收看，我们仨爱他美卓奥，自护卓越可见。这么陡啊？爽吗？兴奋吗？这太帅了吧！加速，大师，走。这么些人看我都怪丢人的，笑话。拉着我，拉着我。错，你没事吧？完了，干懵了这下。艾蒙导演，艾蒙导演在呢。知道要干什么了吧？温馨的感觉，带上一些伤感。你是难死他，看看他这能力。啊学会抢答了啊！看来他一直在进步，比之前强的。可真有你的呀！联机室出发了。咱这回玩一快闪打卡 OK 然后这算没白来。这是第一次录节目，录到机场就别眼看着送你们走啊，拜拜。拍点素材。哎，对了，远去的背影是素材，就进去那个感觉。我们五个在此分道扬镳。上微博搜索我们仨，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谢谢大家对我的认识。